is that fire alarm. Sam is always cool and calm. If you're stuck, give him a shout. He'll be there to help you out. So move aside, make way for Fireman Sam, cause he's gonna save the day. Fireman Sam, cause he's made to the core. Sam is the hero next door. Sam， 利用消防员的妻子救生前夫人吗？给你，站长。哈哈，我赢了！我喜欢玩消防员纸牌游戏。哦，什么声音？艾尔维斯，看呐，站长，管子漏水了，都快成喷泉了，得在它变成洪水之前赶紧把它修好。没问题，站长。完成，很好，艾尔维斯，但是你不能永远站在那儿。沙漠，你最好现在给麦克打电话。好的，站长。别担心，斯蒂尔站长，我能在麦克来之前一直守在这儿。真是个好小伙，艾尔维斯，我们就指望你了。哇哦，那简直是太酷了，没人能像比利鲍勃那样滑雪。我就可以。哼，你就做梦吧，德克，事实上我都滑得比你好。你？我不这样认为，诺曼普利斯。我真的很棒。这谁也说不准，对吗？咱们连个滑雪板也没有。你说的对，德克，咱们是没有滑雪板，但咱们有我妈妈的熨衣板。有了熨衣板又怎样？你就瞧好吧。你好，海伦，我是山姆，我就是想问问麦克在家吗？是这样，消防站里有个管子破了，想请他来修理。对不起，山姆，麦克出去干活了，我想办法找他。很好，谢谢你，海伦，再见。希望麦克能快点来。他来之前，艾尔维斯会很好的控制住局面。热闹闹的厨房，满是土豆泥呀，淘气水管开始漏水，哗哗哗哗，呼呼呼，不，这边也漏了。好了。啊，简单一改就能当滑雪板了，看着，哎，耶，喂，还不错，就是脸先着地，不太雅观。哼，你要是可以，你来滑。我可以，瞧好吧。哎，呜！你，切，你也不过是滑直线而已，连我妈都能做到。我给你建一条障碍雪道，然后等着你出糗。嘿嘿。准备好，滑雪高手，有本事就绕过所有障碍滑下来，易如反掌。哈哈，这下开眼了吧？哎呀，哎呦，哇哦，看那个，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他这是要滚去哪儿啊？咱们跟过去看看，来呀！你好。哦，麦克，你终于接电话了。山姆来电话说，他们消防站有一根管子破了。没问题，我现在就过去。哪来的隆隆声啊？是什么，麦克？我不知道，但是声音越来越大。什么？哇！救命啊！麦克，喂，你那儿怎么了？麦克，你能听到吗？麦克，我最好马上打给消防员山姆。救命
完了，闪闪夺目。哦，天哪，麦克出事了！沙漠白尼，麦克出事了，他从新城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意外。Mike， 他能去哪儿呢？真是奇怪啊，哈！你们看到 Mike 去哪儿了吗？朝那边去了。他的身后还有一个大雪球。什么？ Mike 现在的处境可能非常糟糕，咱们必须找到他，要快。但是那个山坡太陡了，木星号开不过去，山姆。你说的对，佩妮。只有一个办法了。我需要一条毯子，一根绳子，还有热饮，还有你的滑雪板 Norman Plays。 哇哦，看哪，消防员山姆比比利鲍姆还厉害。Mike， 你还好吗？什么？我很好，但我非常的冷。我会给你放下一条毯子和一壶热茶，让你保暖，然后马上想办法救你出去。陪你不要紧 ，Mike 没受伤，他掉进一个洞里了。我们需要汤姆开直升机来增援。我马上去通知汤姆。汤姆开直升机来了，马上就把你救出去 ，Mike。我现在放下套索，山姆。我们该去接着玩滑雪板了。Norman， 你的滑雪板长得为什么那么像你妈妈的熨衣板呢？他知道了肯定会发火的哟。这是他的主意。不是，是你的。不管是谁的主意，他帮我救了 Mike。是我的主意。不是，是我的主意。哈哈，来吧 ，Mike， 我送你回家。哦，你俩干得不错。麦克在哪儿？在他家呀，他都冻坏了。哦，我还以为他会来这儿修那个破水管呢。破水管 ，Elvis， 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别担心，站长。我已经控制住了局面。我告诉你，Move aside, make way for Fireman Sam, 'cause he's gonna save the day.Sam, 'cause he's brave to the core. Sam is the hero name.